我们前三首歌呢是送给大家的，现在来想听歌的我们等一会儿再给我点点赞，我再给你们大家唱啊，稍微的休息那么一小下下啊。感谢旺哥，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本场的主持人，唱歌 singer 舞蹈 dancer， 大型吹牛波协会会员，大型脱口秀协会会长，我的名字叫做 Loft 罗夫斯基秋秋子，本直播间回收二手大哥，二手嘉年华，培养一手大哥学会偷塔，阿秋蓝翔直播间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生活像白开水，谢谢，据说是有500个人在三十秒之内点赞可有双赞，真的吗？感谢宝贝送来的墨镜，谢谢宝宝，谢谢寻人启事。乔伊，乔伊伊在哪儿？谁是乔伊伊啊？阿姨你认识陆素妍吗？首先我不是你阿姨，其次我也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再感谢这个咱们晚秀清风啊，谢谢宝贝儿，谢花子像，这么的老铁们，你们给我点到30万赞，我再给你们唱一首歌，我再给你们唱一首旧梦啥的，行不行？今天人气我看上的也挺好，咱们就再唱一首，咱们就是继续点到30万赞、35万赞更好了，好不好？ Yeah, if y'all feeling that right here.Let's do it like the last album, right? Come on, say, hi, hi. Come on, say, hi, hi. Let's rock this party down, let's go now. Say what now?咱们没有占榜的，我们占个榜，宝子们啊，占个榜，一毛钱占个榜，一毛钱就是当个买个小门票了，行不行、啊？老铁们，一毛钱占个榜，咱把榜占齐了啊！来一首《旧梦》，继续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祝愿你们来到秋的直播间，都可以收获到一份美好的心情。出去 PK 去了，前期开仓群你们慢慢回味吧。咱就是说咱们找三星龙哥看他能接不，现在三星龙哥怕我怕的跟一个蛋似的，老铁们咱就说麦也不接了，现在就基本上要跟我断交，我看出来了，山西龙要跟我断交，回
回回就是说回回连回回不接，那才奇了怪呢，老铁们啊，来才艺主播去生气。感谢关注啊，谢谢。Hello。日行他的长发做作，现在弹起来竟然声动。我他有声卡了，我给他听一下。哎呀，不容易啊。可能是时光，你也给听一下。挺好听，比清唱的那么好听，加声卡更。你看，他越来越重视我们了，给我们配声卡。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欢迎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夜色多温柔。你有多爱我，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难过，爱不在这里我却还没走脱，列表里天童是你的偶像，谁给你的随过往流动。好听，可以了，可以可以，有声卡以后立马又上了个逼格，这个效果是不是就可以了？伴奏听的都成，可以啊。秋姐，你猜我声卡多少钱？我看看啥样的，我就能猜出来。我不方便拿，在这边缠着呢。是手机声卡还是电脑声卡吧？手机声卡。不超过1000块钱。500。真他妈抠啊！一天挣好几个 W， 就他妈不买，你说谁受了吧，老铁们？感谢看雪景啊，咱整一把呀，再整个人。整一把了，整个人。哎，我都不知道啥时候秋姐进来了，唱太入迷了。秋姐真的吗？那刚才他刚才整一个才艺主播呗，还是才艺？我现在我有声卡。